欢迎收看妮可频道，今天我要上天国高中。天国八府是新的人有福了，那么天国是他们的人，对对对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保安慰。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受苦。可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饱足。诚信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连续。诚信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诚信和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神的儿子，你的逼迫的人有福了，他们是很偶然。Ha ha ha.